我也会爱家。我也会爱家。时间到，先吃好吃的吐司。耶！哎 ，Have a nice day， 阿宝。是吧 ？Kiss bye 哦。拜拜。哦，拜拜。宝宝上悠悠班，没有妈妈陪，大爆哭要回家，准备要去上学了。你睡得，秀，你今天睡得好吗？好。你看，你看，不许你在。那个。点点宝宝两岁啦，该到了上幼幼班的年纪。上学第一天，没有想象中的十八相送，反倒是好聚好散。我们下午见喽，宝宝。爸爸，我们要上学了。你给爸爸抱一个。嗯。完全不理我。他完全不理你。那哥哥抱一个。可以抱吗？我们比较有情绪。哦，你真的还不知道你今天要干嘛？你好，拜拜啦，明天就会抱你们。爸爸妈妈说再见。爸爸妈妈要工作，爸爸要工作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他去玩，其实我有一点矛盾，他没有哭，我有点难过，但是我又觉得有点，他哭你也难过，对对对对，觉得说哇，原来他真的可以把我手放开，原来他可以过得很好。爸爸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啊！他都超大了啊，开心到旋转了。妈妈要跟爸爸去上班，你给老师一个，我们下课吃吉拉豆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走喽，拜拜，拜拜，爸爸拜拜。好棒！我叫哥哥来接你，我们叫哥哥来接你。阿爸早安，哎，我们放学要去星光三月，开心。睡觉，睡觉。看到老师就哭了。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。先吃好吃的吐司。阿爸，拜拜。拜拜，老师，谢谢。下午见呐。Have a nice day， 阿宝。是吧 ？Kiss bye 哦。拜拜。哦，拜拜。